咱们这次有多少茶树遭了霜冻啊？阳面太阳照射足的地方还算好些，也得有六七成了。您说的那个烧焦泥灰要买那个需要花多少钱啊？我带着人核算了一下受冻的亩数。 我觉得，保守这估计，也要16-7万。我看看啊，小子这过河算如巨啊！吓得我，把他干掉！哎，喂，爸。啊，我在茶山呢。 我能不能跟您借一笔钱？出什么事了，闺女？我这边茶山需要一笔钱周转一下，烟花公司那边现在也比较紧张，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幻山张口了。需要多少？要15万。那一会儿我取出来，我打给你，啊。我用完了就尽快还给您啊。 没事儿，你先用着啊。哎，还有，好，大哥，你跟焕山没事儿吧？没事儿，就是也有不想张口的时候。行，我一会儿把打给你啊，这样吧。喂，陈姐，你去帮我把那个限量款的包拿去二手店吧。对，就是那个蓝色的。到了。哎，徐总，你在上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哎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秘书悠悠。哦，你好。你就是悠悠啊？对，我们一直有联系，对，就是没见过面。对，之前不用我出差，所以没来过这儿。哦，没事儿。 我待会安排人在加一间房。好，徐总，集中焚烧的准备都做好了，我们先上去歇会儿，等天黑。好好好好。来，徐总，嗯，我帮你拿吧。我见过这么多烟花，从来没见过这种。 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做出过蓝色烟花，这是一种最新提炼出来的染色林，对存放的干湿度要求极高，易燃易损亡。唉，就剩下这些试验品了。顾家说太危险，不能量产，我这次过来就要把它全部销毁。 都原地不动啊！徐总，都放完了，效果还可以吗？特别好。真的？嗯。那我通知工人收拾了啊。欧岩，蓝色烟花继续生产。啊？不是说销毁之后就不再生产了吗？烟花是我设计的，听我的。那顾家，我说了算。 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去盯一下存放仓库。来来来，都动起来，上车，啊，注意安全啊！这个安全员呢，巡视一下明火，啊。我跟陈宇恋爱1年，结婚3年，每天睡在一个床上。 我今天才发现，我一直都不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就真的有在想，你说我们俩在一起的这么多年，他默默的干了多少事儿，我都不知道。
你比如说吸尘器，我也会用一用，但我从来都没打开过，我从来没打开看过，说里面的灰尘我要清一清，那到底是谁清的呢？然后还有我们家里的各种遥控器，我从来都没换过电池，我真的就没想过说它什么时候没电了，我该换个电池了，都是陈宇在干的。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差劲啊？就我真的就只顾着去贪图舒适，然后偷懒儿，然后我还要抱怨生活平淡。就我今天我才明白你跟我说的那句话：先独立后爱人。你说我连别人的好都看不见。今天陈旭突然找我，他跟我说那些话，我心里特别堵。要是我特别堵的话，我真的就是，所以我把你叫过来，我要跟你说一说。我就觉得我辜负了陈宇。我觉得我特别不懂事儿，我以前他做什么我都觉得理所应当的。最近总想起他说的一句话。就是生活中的那些鸡零狗碎，让人没了意思，没了光彩。从前不信，是因为不明白什么是鸡零狗碎。牙膏、猫毛、钥匙。堆在水池边的碗，进门乱踢的鞋，生活就是鸡零狗碎，而不是游戏世界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订了崇明岛的酒店，咱们去过个小周末。那你怎么不提前说呀？我什么都没准备。我带上你，你带上钱不就够了吗？不行不行，我那个换洗衣服、护肤品、充电器我都没带。你带上身份证就行了，缺什么去了再买。等一下，钟小琴，把身上的饰品小驴碎放这个袋子里吧。啊，不用了，
我就放在衣服口袋里吧。 老公，你看到我婚戒了吗？婚戒？没看见啊。我这两天想戴，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了。没关系，再找找。要实在找不着，咱就买对新的。姑娘，这么晚还回市区啊？ 要不，咱俩也凑一对吧？从今以后，我们相濡以沫吧。师傅，你怎么没走高速啊？ 没事吧？我不是坏人啊！喂，陈宇，陈宇，我在崇明岛，真的没一个路灯都没有。你怎么了？这是？你先别哭，慢慢说。 你打开手机地图，看能不能找到自己位置。不能，我已经走了老半天了，我连孩子的路都找不到了。你身上受伤了没有啊？我受了膝盖都破了，但是我还能走路。朱小姐，你听我的，你现在先深呼三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看看视线范围内有没有光亮。 如果有的话，你就去找人问问自己到底在哪儿。如果要没有的话，你看看身边有没有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每隔一段都会有指示牌。你现在先去问清楚了，把手机挂了，保持电量。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你，问清楚了以后给我回电话。我知道了。一定会没事的啊！我现在就去找你。